果你的报应就是我。大家好，这是香香的脑，几个不知道因为啥来店里的人都是转了一圈的走，一副连看都不看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天变亮了，大家都是出来兜兜风。哎，不管那些了，几个下班比较早，10点多，我看那边夜市开了可旺了，去搓一顿。我去骑车，等我。OK， 摩的摩的 ，OK OK。月亮不足，提醒开店。这是下车，大哥算了，这样不走过去吧？那咋了？走过去？还有两个人没明显，哦，没有电了。Oh my god！ 是吧？先吃一个我们开封比较有名的炒凉粉，6块钱一份儿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吗？再等等。还有吗？要辣椒。哦，要辣椒。哎。你今天穿的像80年代的感觉。再走了，美女。第二站要一份铁板豆腐，5块钱一份儿。第三站这个烤面筋，烤鱼豆腐，2元一串，买两串花了4块钱。现在吃不吃？哎，现在吃。第四个鹿肉卷，鹿肉卷是15一个。第五份最后一个寿司，现在已经成了不能卸了，我这到账的时候都快10点了。